一团一半，来了，一根线溜一套这个圈圈里头吧，你看，你看这个从这圈里头一，啊，往上一扒，哎，带都出来了。里头包穿里头看不见啊，是了是了。再能不能给他重弄一下，让他再看一下，这还穿这个，再给这个拔下来重新再。再重穿一根，穿成这个。啊，中，好了。这条吧，一根穿一下。啊，这个给他穿下。真的，这里头一个线圈。啊，一个。哎。弄一个线。哎，你也在这儿了，这个线搁这里头一套。哎。你再搁上面站着吧，再逮住去。啊。哦，好了。再穿一根不是。这个东西，这个针，这个篦儿，针篦儿，对，我给他拍下这个东西，让他回去自己，哎，自己，不是，给咱几个，这往里头再往里头都不是太好穿了，哎呀，不过反正也就第一次麻烦点，他只要、哎、第一次麻烦点，只要头上这腰都打好几顿拉，这腰这到拉多的嘞。就是以后反正他这轱辘线快用完了，赶紧再接轱辘新的都中了。哎哎对。发照片了，这不是？那你里边也得请扎上。这个，咱还得从这个沿上勾一下。这个搁这个里头，这它里头宽着，这个线它都不搁里头，搁这个圈儿里头带着。啊。你说这年纪皮肉点儿话，你知道。我说这穿点这搭到这腰是干啥的？这。这要干这个线儿，那带上来了。啊。还得转到这个里头，你这就、啊、这不线圈了。啊。这个圈儿，这个线儿，这个得提。哎。你等会儿用跟面上拉几个线，那高点都可以了。那现在我从这个那边，不然他们说穿了一台机器，再待一两小时。也没得好穿，哎，感觉刘胖里头瞧不清。嗯。这俩要是大，可不得俩要是。俩要穿还不了。啊。啊，平时那圣诞秀就一过就满上完全到了。哎、对。做了俩阵，嗯，他就是三百个腰了，但是非得超过这个面积。他这样的面不是你拿手一拉呀，不行那个。木哥到那儿了，到那儿加点锅炉水，加点锅炉水。不用。这到了以后都凉。你这加锅水的，你也知道了。啊，那没事，那都好理解。哎，那个不用弄，反正他过咱也看不见，他要都是搁这里头来回走了，那都能理解，那也好给客户解释。实际上，他生产时候就那大锅能要直接都是来回上搅了。直接和花生油啊，这种啊，直接推倒出去。啊。等他们走的多了，大概都约摸这一摸倒完是多少拉油。哎，对。挺不错。嗯。像他们拿那个劈腿刀是最带劲吧？哎，这主要这木呀，这。哎，没事。哎，这。我来的时候，我给他，我下回来的时候，我给他带点。
那不值钱，那不值个钱。油脂耐好了都是，真的主要是咱晒那木棉那个弄那个东西。这都行不？你时间加点钱了，俺们不用那个跟锅搁这儿磨磨。磨是锅磨。锅板是，我怕它。啊，你这咱你省劲。啊，你今天在这锅干涸了。啊。这不能插。这不能插。插你。我做。啊，对，平时用的时候这个还该靠后点了。哎，对，这都怕了，我就跑。哦，啊，明白，没事，再待会儿先给他。哎，这都该拧上了。嗯。那没事，这个能聊都不用帮他了，反正到时候一装箱子里，他也不会来回跑了。正好弄了，我这不是来回啊弄了。哎，这哎，这好爱吃。第一个吧。啊，这是第一个。嗯。那成都人。嗯。我不吃吗？你那送成都人给我喝。那喝还够点儿。嗯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换上了。有点小碍事啊，这个娘在下面。哎。啊，然后一排一排捡完啊。那他东西这台机器最好是两个人捡拉手，两个人一块儿。一般这个人有点快。啊。说他弄这个时候，你看下次给这孩儿再手弄个一挡头，他不会这样两头倒，他就是这样一个挨一个，他倒不成这样。嗯。稍加一个愣，他能扛一下啊。看着这东西，哎呀，没事，现在不弄了。哎，这不弄了，不，这现在不弄了。嗯。那就说以后你这个在心里有个愿望，弄点料都什么。哦，那他那就这个等着呢，我觉得也能等。关键是你那个东西还不能弄得高，弄得高这两个板子才有碍事啊，只能弄一点儿，将将扛着拉。哎，对。啊。那这回下回就是直接带导游，啊、等拧的差不多了，拿着刀给这一拉。哎，对，一会儿。好。